由刘诗诗、陈伟霆主演的电视剧《醉玲珑》目前正在热播中，剧情是有甜蜜，也有虐恋，实在是让小编感慨，能不能不那么墨迹，要么在一起，要么各自安好。于是小编这个小恶魔又要上线了。虐心剧，小编表示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剧情讲述到倾城本是山舞女，是因心托世，而皇子园林则是阳心，而最初的预言也是双心线，风云变必有意思。第二时空又相恋的倾城知道，如果他们两个人要与一个人活着，必须有一个人要死去，于是倾城为了让园林好好的活着，把自己毕生的内力留给了园林，最后在园林的怀中死去。小编表示，如果你有更好的结局，可以在下方评论。